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霎时身痕。今日决定港车北上，无论自驾或者经深中通道，去中山珠海食嘢都系好方便。中山石岐路有冇以前咁好？喺深圳前海湾站15蚊就可以直达中山。中山珠海食住都平靓正，都可以睇下我去嘅餐厅食店资讯啱唔啱用，仲会喺中山住一晚200零蚊嘅酒店又得唔得呢？仲会行埋三好超市先翻香港，究竟而家仲有冇吸引力呢？希望大家赞个好先，多谢上面，我哋继续去片。今次港车北上嘅司机呢，就系我老友啦。第一个景点带我嚟边度？就系呢个出境私家车。出境私家车，广场厕所。系要去洗手间嘅就可以喺呢度去咗先。系啊，不过呢边唔使落车，坐喺车度就可以检查证件啦。话咁快就嚟到珠海嘅口岸啦。用咗几多时间啊？好快喎、啊。唔使一个钟。嗯。行完嗰条天桥过嚟，就即系大家平时搭金巴落嘅位置啦。呢度就有免税店。唔自驾想搭车嚟珠海嘅朋友，可以上网或者微信，有好多唔同嘅巴士公司选择。揀好日子时间之后，网上付款就得噶啦。首先去摩尔广场嘅店都得，饮个下午茶先。无论自驾或者打车，都系12分钟车程就会到啦。由珠海嘅情侣路转咗入嚟，哇咁快就到咗摩尔广场。下面就有个地库停车场，下完车喺停车场上嚟。呢度咧就有个 lift 上去3楼啦。呢度就有一间点都得。点解嚟呢度饮茶呢？因为大多数嘅酒楼咧中午都会落场啊。而呢间点都得就系全日茶市，所以就嚟呢度啦。哇！你呢个咩嚟噶？椰子炖乌鸡。哇！好香啊！我呢度闻到。点啊？我闻到好香喎。系啊，佢真系只椰子炖又唔加落去噶。今次就会用呢个安南 Magic Six Pro 整下啲靓嘅食物、靓嘅风景俾大家睇下。呢个系牛肉肠，18蚊嘅萝卜糕，系柠檬牛肉。呢个粉果即炖嘅，皮薄，睇到里面嘅馅。哇，有少少口齿嘅猪润，果然出色啊！呢个粥底都 OK 喎，连得嚟咧，因为佢生滚啊，所以有啲猪润味，有啲枸杞味，呢个好味。腐乳百叶里面仲有个魔芋添，识食应该系食呢嚿噶喎。打开个叉烧包，里面就系咁样样嘅。11蚊咁大条油炸鬼，食唔晒点算好呢？你揀噶嘛，听日你啱啱啲买埋个豆浆俾你，听朝留翻俾你食早餐啊！咧呢啲就系老友啦。最后饮完茶就试下呢个泰式冰榴莲啦，入边究竟系点样嘅呢？好似榴莲糯米糍咁样喎，里面唔系好多榴莲，但系好香嗰个榴莲味。好啦，又到埋单时候啦。今日食咗咁多嘢，13个点心连埋茶钱纸巾系342蚊。记得睇下大众点评同埋美团有冇优惠券，悭得1蚊得1蚊啊嘛。商场有机动车，保持童真就日日开心。原来他们没有入钱的，是人力车来的。然后就由珠海去中山的丽丰酒店、丽和广场店。在国内订酒店，如果不是假期的话，可以即场订都得。今次用高德地图找到这间酒店最便宜的价钱，给前台服务员看一看，他就会给最低价钱你的了。喝完茶来到中山，在这间丽丰酒店租了一间酒店房。size 都唔细噶，有两张大床。睇下出边嘅观景先，拉开咗窗帘，出边就见到其他嘅矮嘅楼房，同埋少少夜景。两张大床都好阔喎，呢张系6尺床嚟噶噃，呢一张咧就系4尺床。洗手间。嚟派大家又睇下嗰个花洒 O 唔 OK 咯？系开到最尽先，就系呢个咁嘅水压。咦，个花洒有掣揿，就可以变唔同嘅花洒款式，大致上 OK 啦。哇，至于热水，哇，辣手个可以，呢个 OK。喺淋浴区隔篱推开门咧，就系一个坐厕。一个坐厕嘅位置，闩埋门，
就成为好私人嘅空间啦。但佢个洗手盆又好得意噶，出咗嚟喺对面呢一度，隔篱就有衣柜，仲有个蒸汽清新机啊！唔记得咗话俾大家听添，喺房间嘅尽头咧，呢度有个小冰箱啊！因为之前有网友话咧，要知道有冇小冰箱方便大家摆啤酒啊、冻饮品咁样。而呢边就有个电视，都唔算细，大致上 OK 啦。喺电视嘅侧边咧，就有张单人扶手椅，仲有张小型嘅 sofa， 咁应该都 OK 嘅，感觉上系。点解要拣呢间丽丰酒店梨和广场店呢？因为距离石岐路中山菜馆只系五分钟嘅脚程。行咗五分钟之后，呢间就系石岐路中山菜馆啦。大家有冇留意咧个荧光幕啊？哇！呢部手机真系好出色啊，超正嘅画面。喺石岐楼嘅门口咧，有卖生果喎、哦。呢只系石劫龙眼系咪啊？点卖啊？$18啊，买晒佢啦，冇啦。$18卖晒佢，好啊好啊。唔系$18咁多啊？呢个唔系灯罩，呢个系灯影煎堆。大家睇下啲师傅仔手势好好啊。有冇食过大煎堆啊？冇啊，等埋你啦呢啲。好啊好啊好啊。我哋一阵间就嗌呢个啦，呢边就系香麻鲜腐竹，就系一锅锅嘅豆品，液体豆品搞掂咗之后咧，平咗再攞翻出嚟嘅一层层就变成腐竹啦。石岐平婆果$18半打，呢啲就系平婆果系咪啊？系啊系啊。哇，呢个好似都几得喎，几传统手工工艺嚟嘅喎系。石岐榄角酥$18半打，又系乜嘢呢？哦，呢啲咧就系、是、石岐嘅榄角酥啊，唔知道味道系点样嘅呢？新鲜出炉，其有馅菠萝包$20半打，就系呢啲啦。哇，好靓啊！你讲咩好靓啊？梗系唔系鸡仔饼啦。梗系啦，我呢个系 Honor 嘅 Magic 六铺嚟噶嘛，梗系影得靓啦。由门口行入嚟，未食之前就已经有好多嘢睇啦。呢度有即场做嘅鱼皮包，人工硬皮，硬好咗个皮咧就要扑粉。哇，几好手洗！呢啲系乜嘢粉嚟噶？呢啲生粉啲鱼肉。哦，生粉同埋鱼肉两沟。生粉唔俾佢黐板啊嘛，硬啲肉。哦，原来系咁。系啊，跟住再包啲馅落去，包完馅之后咧就变成一粒粒咁样嘅鱼皮包。家乡嘅芦兜粽$38。芦兜叶包成个芦兜粽就系咁咯，嗬。嗯。而粽入边咧，啊呢度好好啊，打开咗俾你见到，有个保鲜纸蒙住啊，见到入边嘅材料。呢啲咧就系用芦兜叶一层一层撬撬好啦，之后咧入边就系吉嘅。咁一阵间师傅咧即即将芦兜粽嘅材料咧就包入去里边啦。而馅料咧就有咸蛋黄啦。半肥瘦啦，哇！真系货真价实啦，绿豆蓉同埋绿豆，两边就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海鲜，花蟹啦就$88一斤，多宝鱼就系$98一斤，椒盐竹虫$48例牌，究竟又系乜嘢呢？就系呢啲啊，肥嘟嘟嘅竹虫，生猛扎扎跳，有啲人见到就唔识笑。其实竹虫就系竹蜂嘅幼虫，唔知道大家试过未呢？呢、这个沙虫点卖啊？$80一份，咁样就系$80。点样食啊？萝卜丝浸白灼。哇，有试下咯。呢、这个唔系鱼池，这个、呢个咧系一个大水缸啊，入面有好多锦鲤，侧边咧就有菜、啊。点解要咁样样呢？如果知道嘅网友就欢迎话我知啦。缩骨大头鱼，呢啲就系缩骨大头鱼，可以清蒸，可以豉汁蒸。老友果然好介绍喎、哦，呢度好多嘢好新奇喎、哦。你今日系咪要捉虫啊？第一个嚟嘅就系萝卜丝沙虫啊，睇下啲沙虫，哇，好似人心咁样喎、哦。呢个系甲中补炖汤啊，哇，点解咁深色嘅？应该有啲特别材料喺度啊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好好饮啊！你个甲汤好饮咧，都唔及得我呢、这个。萝卜丝沙虫个汤咁好味啊！哇，真系鲜味嘅喎！未熟嗰阵咧，个外观咧都几吓人，但系原来咧咁样咧系好爽好甜。系啊，好正啊！呢、这个真系好正，好靓嘅豆苗啊！头先出边一棵棵嗰啲啊，好靓啊，炒得唔错。
阿老婆，你捧起俾我睇下。你睇。小心啲落地啊！大过个头啊，个煎堆。今晚嘅主角系石岐佬呢个乳鸽啊，石岐乳鸽，头圆脚短，哇，系咪好靓啊？再加埋我呢个相机影出嚟，真系好正。有汁噶喎、啊，哎呀，好热啊！你小心啊！好热啊！哇，真睇唔出喎、啊，乳鸽仔细细，只髀咁肥大嘅。啲肉好嫩，系啊 ，OK 喎，真系。呢一份系姜葱生蚝，呢个系80元一份。哇，只蚝好鲜味噶喎，里边一咬落去，啲鲜味爆晒出嚟啊，正啊！呢个就系水煮鱼啊，四川风味嘅水煮鱼，有啲青花椒喺度，仲好多配料啊。呢个桂花鱼片大大块，滑捋捋。剪菜仪式开始。好掂，搣咗出嚟嘅煎堆咧就系咁样样噶啦，食落口就有少少脆脆地，同埋甜甜地。食煎堆梗系要食埋底入边嘅白胶浆啦。啊，好过瘾啊！点点样过糯米咁咯？糯米啊，哦，糯米糍嗰撇嘢啊。嗯，呢、這个咁得意嘅甜品咧就系爆珠红豆豆腐花，啲红豆一粒粒真系会爆出嚟嘅喎，系咪好好味啊？呢个？又到埋单时候啦，总共系754元。饮饱食醉啦，去边好啊？梗系揼骨啦！食完饭就行咗嚟呢间汤臣健康生活馆去按摩啦。哇，咁长嘅一条楼梯，呢度足疗60分钟，149，按身60分钟就系209。哦，呢度原来有茶叶蛋免费噶，攞10多只得唔得？有啲小食，又有嘢饮，呢个系咩嚟噶？呢个炖汤定系糖水啊？呢度仲有免费嘅饮品，这个都是免费的吗？系啊，免费嘅，免费嘅，全部免费的。拖拉拉，买个拖拉拉嚟先。嚟呢间按摩系唔错啊，虽然唔系会所啦，但系有衫啦，有拖鞋可以俾大家换。呢度咧就系更衣室啊。呢间咧就双联房，按脚都有双联房啊。嗰边三个，呢、這个咧又系三个嘅。我而家浸住脚，技师帮我捽下啲脚趾，哇，好舒服啊！啊，呢一间嗰个环境格局咧都唔错嘅喎。系啊。同埋佢收费唔高喎，系啊，149，有好多嘢任食。系，等一阵。小食零食就系免费嘅，呢个系乜嘢啊？番茄仔。系番茄仔，同埋有包鱿鱼、虾条，呢啲免费啦。嗯。有两杯养生茶啦，隔篱仲有个烟灰缸。安德，你舒唔舒服咧？哇！嗰边发生命案啦，搞咩咧佢？我唔想听日揸车佢抽筋啊！我叫重点按嗰条外筋。好啦，按完脚啦，我哋听朝再见。琴日订房加咗18元就有早餐，早餐就喺呢度啦。哎呀呀，一个自助早餐都 OK 啊，18元真系仲想点啊？呢边仲有粉面档同埋花茶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哇，好靓的包点啊。这边呢小笼包同埋蒸饺 ,OK, 18元。仲有哎呀呀都有沙律啦、煎蛋啦。有啲甜品有油炸鬼白粥同埋豆浆。几好啊，港车北上都可以拍呢个酒店嘅停车场。就喺呢度咋嘛，几方便。仲有呢个停车场又有得插电噶。喺酒店 check out 之后，几分钟嘅路程就嚟到呢间吴一村九香粉皮，里面咧就有拉面啦，有粥。呢度嘅招牌菜式系九香粉皮，究竟系乜嘢呢？原来系用湛江嘅早稻，用古法剪出全谷粒糙米而做出嚟嘅粉皮，再配搭灵魂韭菜油，好似 OK 喎呢个。有嘢食啦！呢个系猪杂粥，呢个就系头先嗰个九香粉皮，呢个系煎蛋，呢个系猪杂粉。哇，全部都好大碗哦！你个猪杂粥啊，睇下你个猪杂，新鲜猪杂喎，得嘅喎。
喂，老友，你呢个牛腩粉啊，细碗都咁大碗嘅，呢一份系18蚊。睇下我呢个酸豆角辣鸡粉啊，我唔记得嗌大碗定细碗啊，系几大碗呢？你睇下包纸包柠檬茶，几夸张？小妹妹就要肥牛粉。如果有兴趣经深中通道去中山嘅，可以去到前海湾站嘅 B 1出口，行到去前海梦工场北区，呢度就会有去中山博览中心嘅巴士，大约20分钟一班，车费每位18蚊，最早7点钟就开出，最迟就系9点半。今个旅程最后一站就系嚟珠海印象城山姆会员商店。喂，老友，你特登买花啊？系啊，因为我上次买过翻去，开得好靓。20几蚊，咁几多钱啊？39.9，呢个卓约39.9嘅。哇，呢个价钱，卓约39.9。百合仲平。6支嘅百合，呢度咧就卖39.9。兰花亦都好靓，亦都好抵，不过咧就唔可以带翻香港。康宁餐具呢度一件5套系149.8折。插住湿电就自动会热嘅热水壶，飞利浦。一个是99.9，柔顺剂啊、洗衣液啊，全部铺晒咯。3合1，三合一。呢一樽几多钱啊？89.9。哇，89.9啊！里面有几多？148粒。威露士洗衣液109，唔系一支，系4支。系啊，27.几一支。呢只49.9又系咩咧？就系呢盒啦，洗碗碟机专用嘅清洁液。哇！呢、這个3盒啊，系我抵啊，一盒卖82，哇，3盒啊，49.9啊，买3盒先。酒精湿纸巾有75度酒精嘅，系咁大包啊，哇，好重啊，300片啊，总共先至系45.9。呢个最出名嘅善牌洗衣剪，洗衣剪啊，传统嗰啲啊吓，系啊，最出名嘅善牌，系啊，劳工洗衣剪，几多钱啊？49.9。啊，10粒喎，29.9啊！威猛先生洁厕液55蚊，到底有几多呢？就系呢度啦，总共系6樽装，最紧要你嚟买。呢啲坚果30包，里面有30个细包，99蚊啊！买啦买啦，睇下大家买得几开心。39.9。咁样一袋系39.9，呢个甜种组合酱啊，每个味道咧就有5包。川式红油腩泡汁有得试食，咁就开始排队啦。喺香港买 wasabi 1支系20几蚊，呢度买1 pack 咁多支先至系20几蚊。终于就买咗一大车嘢，买完之后记得喺呢度扫一扫个 QR code， 就有2个钟头免费泊车。行到攰一攰，就嚟印象城3楼起煲牛肉火锅食晚饭。呢度啲牛肉好唔好食啊？想知牛肉好唔好食，有办法，用手机10倍变焦影下其他人食嘅牛肉，咁就一清二楚啦。喺呢度打边炉咧，未食就唔知好唔好食，但系咧好好食嘅咧就有呢个雪糕啊。等紧执台嘅期间可以食雪糕先。系免费雪糕。系啊，除咗雪糕之外咧。我老婆仲攞到杯花茶入嚟啦，哇咁快鸳鸯锅嚟啦，一个系麻辣，一个系牛骨原味，呢一份就系嫩牛，几好啊，写埋秒数，唔错唔错。呢个明太子虾滑，仲有一个心心形嘅午餐肉，呢一份系吊龙，吊龙就要62秒。呢、这、一个咁似牛剪嘅咧就系5花趾，6嘅时间就系12秒。呢、这个咁靓嘅咧就系空口油，6嘅时间就系1到5分钟。因为咧录耐啲咧都唔怕嘅，呢、这个系越录越脆嘅。而呢一份咧就系雪花，6嘅时间就系12秒。哇，咁大片嘅咧，呢、这个系黑毛肚啊！应该就唔系咁大份啦，下面应该就系冰嚟嘅。你食嘅雪糕好正啊！你食得好正，但又未够喉咧，所以我哋就整多盘手切和牛肉。嗱，呢盘嘢就系盘嘢嚟嘅，系啊，呢盘嘢仲大过个煲啊！今日食咗好多嘢啊，呢一餐埋单只系536蚊啊！系啊，真系536蚊啊！行开山路都可以考虑食呢度。冇错。
希望大家睇得开心，资讯啱用，最紧要赞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你个朋友啊！拜拜。